蜘蛛、老鸦我都敢杀了。そっちはどうだった？那边怎么了？多分東さんが夢の主です。吴奇先生大概是梦的主人。蟑螂哦，蟑螂我也敢打，蟑螂我还好，有不认识的人在。为什么他会紧张啊？あいつか。拉牙、蜘蛛啊、蟑那个什么蟑螂那些我都还好哎。毛毛虫的话我不敢碰啊，但如果不要理他其实还好。啊，そうそう。こいつはさっきここ。现在在往前面玩玩，对啊。没有，你可以自己选，他一次给你选三个页，你可以如果你没玩过前面的，你再体验就好，不是体验，体验是什么？怕蟑螂很少人杀掉他，我不怕，我也会杀，我还会把它碾碎，踩掉了。你的名字是？どうも、荒井秀です。蛆哦，我没看过蛆，我不知道。他不是那个虐杀那个杀掉那个。兔子的吗？前面有讲到。啊，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他脸好难看哦，我好得狗了，不要跳鱼币。我説明したが、まだ腑に落ちてないだろう。还没完全接受吧。ここからみんなで行動しよう。そのうち分かってくる。あの、鈴木さんは？嗯，铃木先生呢？鈴木。啊。あの怖い顔のおっさんか。表情很吓人的大叔。わからんけどたまにあるんだ。都很恐怖啊，还是全杀。对啊。解放されてないのに夢に突然来なくなるって。明明没有被解放，突然不能进到梦里来什么的。これだけ待ってこないってことは、もう来ないんだと思う。喂，你们。啊，体验体验体验，好不好？そうなんですか。哎，我记得铃木他的梦境的那个东西已经裂掉了嘛，还要健健康康的就好。他好像中学生，一脸屁孩一样。呀，呵呵。这次换谁思考啊？没有了可以思考，是不是？原来是奇迹。刚看完之前的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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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知道该不会是那个吧？哎，这里可以购买东西，咖啡欧蕾，我想购买一个。咖啡欧蕾，甜甜的欧蕾。我不知道，我觉得他很屁孩那脸。哎呦，又来了！哦，打开了。进到这里的话，感觉就能看吴奇先生的记忆。有买过，可是不知道干嘛的，补血的吧？嗯。大丈夫だ。じっとしてればすぐ終わる。很快就会结束的。すぐ終わる。嗯，哦，直接穿过去啦！すり抜けた。他这个脸有点猛啊！脸，这脸型帅。次の方どうぞ。下一位，下面一位。お席にどう。ええー。こんにちは。今日はどうしましたか。很好奇秀的头发怎么弄翘起来？可能他涂了大量的发雕吧，然后再喷了大量定型液。この子もともと喘息持ちなんですけど、全然良くならなくて。哇哦，这个真美耶。病院で吸入してもらえば少し。って、あれ？嗯？嗯？東吴奇君，あれ、金森さん、犀利康。久しぶり。そっか、医大に行くって言ってたもんね。所以他们两个曾经认识就对了。金森さんも元気そうでよかった。って、娘さん？女儿。
そうよ。お医者さんになるなら、アズマくんと結婚すればよかったかも。他真是在公然挑逗啊！这バカなことを言うなって。ママ。あ、ごめんごめん。アズマくん、よろしくね。拜托你。喘息は専門じゃないけど。見てみるよ。帮你看看吧。一直转，又在转。なんですこれ。为什么啊？等一下，我什么都没开啊。奇怪。诶，我看一下我的是不是正常的？对啊，我的正常的，奇怪。哎呦，我看我下次试看看在其他地方开好了啦，好久没在 Live House， 好，不然我下次在 Live House 好了，就不要在这边了，暂时啊，因为不然这样一直转也不是办法，突然动不动来，动不动就这样子，不是、啊？如果你说一两个还好，已经不知道第几个跟我反应了，那有可能就是我们这就是那个推举他这边的问题，或是我们这边的问题了。夢の主が見せる幻さ。网络很正常，那应该就是推许他这边可能又要办什么活动，或是哪个地方有大的流量要用，所以他们就应该就看不到了，不会收到通知哦。我都会在 FB 上通知啊，不然我可以在我下次试看看在 YouTube 好了啦，还没用过哎，就变很正常，哎，那就先别纠结这个问题，反正要看看。这家伙还真是冷静，真的，就会转一下，又突然转，钥匙好像没有。他从一开始就每次进到这些地方的时候，就一直在找钥匙，是怎样？第四门诊。没有东西，第三门诊室。哎，这是刚刚那个房间的吧？就是刚刚他跟金生太太见面的那个地方，是这里吧？N189慢性肾功能不全，时钟停摆。废话，你在梦中哎，你的梦中时间还正常走，那才叫不正常吧？这边看呢，写的什么？哎呦哎，有哎，尾崎先生第四门诊的病历整理就拜托你了，门已经开着。What the hell？ 这样就开门了？是不是旁边的门间接的？这样就开门了？到底是什么 USB 随身碟？上锁了。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很奇怪的设定，就是你要看过，他才会帮你做其他事情。金生小姐的女儿小儿气喘，专业领域外，虽然气势满满的答应，不过看样子还是转手给专门的医生比较好。但尽我所能，什么都没有。先来这边看看。一定是你们谁偷偷下载迷片有没有？写的什么？有传闻说夜里乘坐电梯会到达异世界，左边的电梯在22点电源就会被切断，但经过2点之后似乎会自己运转。Oh my god， 上锁了。这窗户是打开的，应该不会有什么吧？哦，都偷偷踩片片，对啊，潘多拉底槽，豪斯的幻想世界，对不对？不分开来说报应啊！你们这些人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不需要，我想认真，我不需要。哼，我这边就有一个专门在搜索这些的，不是啊？没有这回事，捡到50元，我自己有搜寻到的门道，不是。开玩笑，这边可是认识了一个号称没有他搜寻不到的名片。
不，至于是谁，我都不方便讲啊。那个讲出来，被他知道我有出卖他的话，他会杀了我。没动静。患者优先电梯，住院使用紧急用电梯。都遇到紧急，都遇到紧急事件，还跟你紧急用电梯，到底？就只能进去了。嗯？你去看你男朋友的。哦。好晴的呼吸，至今为止明明都马上就治好了。好晴应该是他女儿吧？そう。大丈夫。すぐ手術に入るから。你想看你男朋友了？我告诉你，教你一招，你就去那个他的低潮，不管什么隐藏档案，全部给他搜过一遍。不要找 C 槽 ，C 槽不太可能。你找到 D 槽、E 槽以外的，通通找，甚至要随身一点，通通找，你就有可能找到了。嘘，不要说我教的。大丈夫だよね。没事吧？真的没事的吧？大丈夫。你还没有跟你的？哎，为什么没能救他？任せてくれって言ったじゃない。你不是说交给你了？你不是说没事的吗？俺のせいだ。初めから専門医に任せていれば。从一开始交给专业的话。喘息は難しい病気なんだ。でも。我洗完了。君に頼りにされたかった。他想被你依靠。そんなことで。選んでくれ。恨我吧。人殺し。哎，我最讨厌这种的。何もできないじゃないか。これはきついな。还真是苛刻。なんか落ちてますよ。嗯？それが钥匙啊，不小心按掉了，糟糕。ぬいぐるみか。捡到小风。あると思いますけど。これをアズマが拾ったとしたらありえるな。鍵もいいですけど、説得はどうしましょう。元気づけてもダメな気が。当然没用啊，一条命呢。我觉得无期有错啦。ゲートが開いても説得できなきゃ意味がない。我觉得无期有错，可是那妈妈也不应该这样子啊。对啊，医生不是万能的啊，他今天给你挂保证，最主要也是为了让你放心，对不对？你这样子，讲认真的，那这样医生干嘛做那么累啊？他今天也是为了你啊，他为了你的小孩那边努力。啊，结果有时候真的是没办法，那你还能怎么办？もう少し探してみましょう。你要是小朋友，不是啦，那不是啦。命についてどう？关于生命你怎么想？なんだいきなり。怎么突然问这个？これは夢でしょう？じゃあ今体験してる。你要鼓鼓的小玩偶。那现在在体验的东西就像是游戏一样，不是？誰が死んだって。そんなに悲しまないでしょう。哇，不光是谷谷风要发飙，我也要发飙。看到这一个，对啊，不是啊，我觉得现在医生越来越难做啦。为什么？你要给病人希望，然后不能够让他绝望，越让他绝望就是你的错，你就要去承担这一切。问题是医生不是神啊，今天神也不敢保证能够拯救所有生命啊，对不对？不是吗？小三。夢の中の登場人物なんじゃないの？反正不过是梦中登场人物，我真的很讨厌，我也很讨厌秀这种想法。そうなのかもしれない。说不定就是这样。でもそんなこと関係ないだろう。这种事根本没什么关系吧？怎么回事啊？这个人终究会死啊，只是怎么讲，看你。我想想看要怎么讲比较好。我觉得人
人终究还是会一死，只是看你生前你生命真精彩度吧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没有必要说像古时候的人常常追求长生不老什么的，长生不死，永生不灭，我觉得这就很没意义啊。你永生不灭，然后呢，你到最后你对这个世界厌倦了，你还是离开啦，对不对？那有什么意义？要不然偏偏要等一下，我的目标却不是这个，我的目标是什么？我好像也没什么目标，突然这样讲，我突然也讲不出个所以来。找出所有迷片，那应该是我朋友的，我应该是跟，应该是做自己想做的事、喜欢做的事情吧。我觉得那是我人生目标。如果真的能够永远做自己想做、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那已经很，那对我来说就很好了。就只能看着喜欢的人死去。对啊，我不知道各位有现在十几位了，现在没有死半个人，现在没有死半个人了。ゲートがねえな。也没有大门了。上の階じゃないですか？エレベーターとかあるし。不是在楼上吗？明明都有电梯。现在十几位，目前没有死单个、啊，因为我拯救回去啊。上说还有迷片主角，到底？现在身边的，一个一个，那个有点类似逃避。我觉得那其实有点太消极，逃避现实。而且讲认真的，我觉得秀他的想法是，他觉得。人的生命就是一个玩笑，他给我感觉是这样子啊，像我就很不喜欢他这样这种感觉。想说等一下，可是不能嘞。OK 啦，你如果想要，你想要跟我讲，我是可以的，不要剧透太严重，都还可以接受啦。我不是那一种小气鬼，对不对？小风熊布哦，好可爱哦。我记得我有拿到 USB， 所以我要去用电脑嘛。现在没有人跟我来个思考，我都不知道我要干嘛嘞。我的四眼那一批呢？四眼那一批已经换掉喽。你可以去当金刚狼，可是金刚狼也很可怜啊。我觉得金刚狼其实也很可怜啊。讲认真，他如果不是有他一个兄弟在陪伴他，他应该早就疯了吧？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一个老去，一个个死去，应该可以预测得到。我想起来，我之前看一个小说啊，我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。他是说，是有关于吸血鬼长生不死这件事，还有妖怪那个寿命比一般人还要长这件事。他说。那个就有人主角就跟他讲，跟那个妖怪讲说，他那个人家妖怪那个永生几乎近乎无限的寿命，那哪里懂得人类那种短暂寿命的悲哀？然后那个妖怪就自己讲了一句，他就说，那个虽然人类的寿命很短，可是却很灿烂，与其过的短那个漫长无趣的生活，不如灿烂的活着还比较好。先去看。或死士，先去看片子，再重新的记录梦境。对啊，是要另外一个，这是另外一个梦境的，乐观的金刚狼。我应该也会是，没有，我不会是。Hello， 忧郁安安哦，又见面啦。好像没动，电源似乎没接上。某处有管理电梯的房间。晚上好哦。卡片式的锁会不会在事务所之类的？柜台里面好像有这么一个房间哦。那个巴哈这边的聊天室，这边是天成光明，你好安安，到电梯那边看看。啊，我已经看完了，不知道家里。有，在这，找到了。それっぽいのが入ってる。很像那种东西的玩意儿在这里面。设备管理室的钥匙。これで。開きますかね。現在就能打開了嗎？さあな。試していくしかないだろう。只有試試看。What the hell？ 何？那啥？わからんけど、とにかく逃げろ。快逃！
不是只有那边有而已，而且为什么？为什么道子他道剑啊？不是道子，道剑灰孩子，简称道子，他为什么血量剩那么少啊？